经是他们半江家族的银行，所以可见得他们家的这一栋哈，南边是银行，还有一栋，这一栋没有。哎，好，副校长最多也是这一栋的。哎，校长是在2号。2号好，来，大家往这边哈，来，我们王老师第。同样是贵州的陆丰县的一个范家人，那么他的家的先生叫做范吉简，范呢，当时是姓范的范，吉是是，集合的集，简是检测的检，范吉简，他下嫁给到给他之后呢，他陆续的生了两个小孩，那第一个小孩叫做范文通，文章的文。周公的周啊，范文周啊，文章的文，周公的周。第二个小孩呢，叫做范文直，文章的文，品质的直。那范文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范江的房子这一代的主角啊。等下我们都陆陆续续会讲到他。淡水啊，台北啊，桃园以北啊，大部分已经是闽南人、漳州或泉州人在，这已经被开垦掉了。他就是从淡水上来，经过南坎，一直观音走到新屋，才会走到目前的永安渔港跟科间之间。他发现这一片地还没有开垦，值得开垦，所以说他就定大陆。把他的三个弟弟啊，三个弟弟是发、张、觉三个弟弟呢，一起带来，带到新屋来这里。开发垦殖，那老大呢，就是荣呢，在家里照顾两个长辈啊，就是乾隆一年的时候，然后到直到乾隆16年的时候呢，他的父母亲已经往生了，然后老大呢就带着他父母亲的遗骨，也是跟着到台湾来。就在这里啊，开始地基的发展。满满的建筑，那大家一看呢，就会发现说这一栋建筑呢，它比较黑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围墙呢又有点好像日式的建筑，那是五栋建筑最慢建筑，但是呢，最慢建筑接近在大正年大正年间的时候把它围墙改过，所以呢这一块呢我们要说一下。那客家建筑里面呢五栋呢三栋呢是三合院，好，那第四栋是四合院，好，四合院。而它客家建筑的特色呢在于马背平缓，户笼多，好，那他们喜欢用白墙，好，那黑砖黑瓦，这个它的墙角呢，大部分是就地取材，就是卵石切墙哈，这个部分卵石切墙的部分。那陶代表是我们范家的后代范蠡啊，范蠡呢，那他原来是呢帮越国复国之后呢，他就离开了政治圈啊，马上呢就去四处经商，因为赚了很多的钱，所以呢大家称他为陶朱公，所以陶是来自于范蠡范家后代哈，陶朱公。那第这边是渭啦哈，渭水的地方呢有一个姜太公，他在渭水河边呢钓鱼，那等待贤明的君主来聘请他。那当他72岁的时候呢，周朝周文王呢来拜请他为宰相，为周朝奠定了800年的基业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范江家族呢就拿陶渭啊来当他们的堂号。那至于说每一栋的船帆啦、移风啦、高峰啦、流芳啦，代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哈。那这一栋建筑呢？看起来是很朴素哈，但是呢，里面呢供奉的是孔子至圣先师，啊，那孔子呢是个读书人，所以呢这一家呢出了非常多的校长导师哈。那席呢，据说呢是在台北松山的地方烧出来砖，所以叫席口，因为早期松山叫席口，好，那所以呢他都打梯啊，其实那一个砖是在
早期应该是在就是在大正年间的时候，日据时代。对对对。